牛排焖饼子，你喜欢吃香豆的还是原味的？先炒一个牛排，任何肉类去腥有两种办法，一种是煎炸，一种是焯水。料是葱姜蒜、花椒、茴香、香叶、辣椒。红烧酱油上色，番茄可以激发出牛肉的香味。大火炖15分钟，放盐后再小火炖1.5小时。准备2碗面粉，加盐拌匀，再加1碗凉水。像这样先搅成絮状，再揉成团，面要柔软一些，揉2次，醒3次，每次间隔10分钟。醒好的面揪团抹油，按扁后醒5分钟。这时候牛肉也炖好了，放土豆、玉米，因为这个面的延展性比较大，所以用手就可以摊开，再撒点香豆，可以一次焖1张，也可以一次焖好几张。好多张一起焖的时候，可以在上面边浇汤汁边盖饼子。出锅后放葱蒜、辣椒。哎呀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